主料：大豆芽500克，肉片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、生抽、生粉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大豆芽摘除尾部，清洗净，肉切成片，用适量的糖、盐、生抽、生粉腌制20分钟。热锅，将大豆芽倒入锅里，翻炒至大豆芽变软身，然后舀起，再用冷水冲洗干净。再次热锅，倒入点油，将姜片与肉片放入爆香，倒入大豆芽，翻炒均匀，并炒8到10分钟，就可装碟吃用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由于肉片已经是腌制好，具有一定的味道，所以炒大豆芽的时候再酌情是否再放盐调味了。二、大豆芽热锅爆一下再炒，目的是令大豆芽吃的时候更爽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